是空军嘉陵飞行员杜浩，我驻嘉陵飞机两架，奉命为您护航。我是空军运二零机长陆中华，我部奉命接营志愿军中旅回国。欢迎志愿军中旅回家，先对铁生将士亲来怎么样？家国安宁，向中略敬礼。感谢歼二零编队护航。今年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，让我们铭记伟大胜利，致敬英烈，用新的胜利告慰先烈。